Hello， 我是杰奥。那今天影片主题是跟夫人一起合作的，要找出我过去影片里面最强的接球神人，我会把他约出来找他挑战一下。找我影片中出现最强的球员，当然就是邱金龙啦。因为其实我跟他就有一段渊源，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跟他打过球。他其实在我国三的时候跟我打过球，他就是直接在我头上可以直接暴扣的那种，所以我非常期待就是再次跟他一对一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找邱金龙吧。金龙，你记得我们之前是怎么认识的吗？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看到你的在 YouTube 上面有放影片，就想说就随便留言。对，你在下面留言说要不要，我好想跟你一起打球哦。我明就国中的时候就跟你打过，还被你电得很夸张这样子。想说就问一问，随便乱问嘛，因为 YouTube 上面可以留言，可是我忘记我的 YouTube 上面会有注册到是有我的名字。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来打接球啊？打333是因为。333不用这么多体力啊，也不用跑来跑去，其实就在一个饭场而已。会碰到一些很厉害的人，然后就想要说，那我用我的正规的球技去跟他 play 看看，然后有时候会学一些街头上的很奇怪的招式。OK， 那你觉得我之前跟你打完第一次印象完如何？你觉得如何？就我跟你打完第一次，动作还不错啦，但是有些动作是我觉得都在原地。如果有看他的 YouTube 就知道，我都站在原地等他做动作。不过整体来讲的准度是够的。哎、欸，你不能那样讲啊，因为你是打过 SBL 的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防守强度跟我们一般在打接球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说真的，我其实不防守的。你知道我是防守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要打一对一，那要不要来一个中场投一下？就是你最屌的那个中场投篮。试了很多次，终于进了。OK， 那这双篮球袜是今天的暂帖。本节目由 Fullen 赞助播出，专为篮球员设计的八字锁跟篮球袜，保护你双脚，翻船不再是你的烦恼。现在就让他们穿上 Fullen， 进行三战两胜的比赛吧。不要猜到。哦，认真了，这个厚度可以哦。哇！三平，哦，追上。哇！拉！
刚刚有认真吗？慢。身为一个挑战者，技术很重。他是体重还重，他是要等你先不要跑。哇，有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哇哟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哇哟，三零了，三一，三一啊。哇哟，四一，四一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金龙要守了要守了，不要逼金龙防守。哦，拉二拉二。哇！零弯，好，好嘞，先慢了。哇，拉平拉平。金勇，你刚刚跟我打完球感觉如何？来讲一下。有点喘。然后打起来很舒适，因为天气非常的好。这不是重点吧？是你刚刚把我虐爆，是你感觉很爽吧？其实我觉得虐一个人不是很爽，互相切磋，互相的学习，毕竟打球都是开心的嘛，没有那种想要虐人或是被虐的人那种心情。就今天跟金勇打完球。完全感觉到 SBL 的那种碰撞强度，然后我只要守他个两三下，他撞我一下，我就直接退了两三步这样子。那你刚刚有想要给我什么建议吗？就是在我的球技上面，我可以改善什么点？体力要改善，因为你到后面的时候，出手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你后面体力下滑，所以你觉得命中率开始会下降。再来是可能是你要加强你的腿部的力量，对，因为球力量还不够。因为我刚才在守你的时候，第一下被你过，可是我第二下我追到之后，你是被就是力量是没有出来的。第二拍都会，你可以往你的腿部的力量去训练。OK， 今天节目要准备结束了。那像金龙，你觉得我们下一位挑战者有可能会是谁呢？我会推荐一位，就是打切球算蛮厉害，有准度也有速度的，就类似像 Holmes 的黄博凯那样。然后我觉得你可能要准备的就是。你的外线要可能要比他准，然后可能要比他快。OK， 那今天就是要挑战的节目就正式宣告失败啦！我很期待去挑战下一位强者，好吗 ？OK， 拜拜，拜拜。